上宽下窄的版型，女生穿起来就有点像男友裤，那男生穿起来呢，其实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裤款。今年呢，其实还有非常流行的就是我们的牛仔裤，锥形水洗抽绳的牛仔裤。那这次的裤子呢，其实呢它非常非常有特色，上宽下窄的版型。就是我现在穿的比较高腰一点，那我个人呢是非常蛮喜欢九分裤，因为我觉得女生可以露一点脚踝，然后像这样锥形裤呢，会显得你很瘦，然后而且会显得你腿很长。好，那这一次呢，你会发现到呢，版型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笔挺，因为我们呢这次在所有的布料里面都算是加厚版型，所以穿起来它非常的好看。女生穿起来就有点像男友裤，那男生穿起来呢，其实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裤款。前面呢这个部分还有做拉链的设计，那口袋呢设计当中呢，其实有四个口袋，那口袋都是扎扎实实很深的口袋。好，那这个锥形牛仔裤呢，我们总共做了五个尺寸 ，S 到二 XL， 那总共两个颜色，蓝色跟灰色。那我的身高177公分，体重72公斤，那我穿的是 L。我身高呢是165公分，体重48公斤，我穿的是 S 号。现在官网一件只要490，非常非常的亲民，然后呢 CP 值真的非常的高，赶快去订购吧。